这个姿势，这个地方不太好。地理位置好。虽然打个光了，太暗了。哦，这不行啊！特写这样唰刷下来，到早上5点，旁边全黑的，就他这里。应该来撞撞脸吗？怎么搞的？搞成他撞的。好，终于抬头了。签个名啊！合张影啊！鲜花，鲜花，哪里花园的？以后成名不要忘了我们。将来你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，鼓掌。一圈没完呢。还没完。还没开始呢，还在调音。没有了，已经开始了。对啊，已经准备了。结束，准备不下了。哦。哈哈哈哈你行的，人家唱歌会播音，先拍照也会播。然后把我接回去。你这不是抢镜头啊？镜头了吧？赶紧卸花卸稳。签名签我屁股上，我靠！来，你屁股有弟弟有一边不洗了。哎，大哥，你会不会唱五月天的拥抱？不会，不会，听都没听过。里面有没有拿出来，大家就会唱了。大可以弹那首，我会唱一个经典的那首啊，他那个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。哦，我们都会唱的。这个对，这个好对。不是，我们叫女孩子出来，对面的女孩。人家拿外祖拿着拐杖甩出来了。拿着拐椅子凳子出来了。弹一首好汉歌吗？让上面表现一下。那直接上那个水浒传好了。上面好。大河向东流，接下去吧。知道什么歌吧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蝴蝶，只听见你自己。麦克杰克逊那个 Beat It， Beat It， 知道这首歌？悲剧。这歌是真的不会唱，谁叫他全是英文？他唱首中文的，我还可以学一下。还缺了点东西，你这里放个架子鼓，我会打鼓。因为打鼓打不破，弹吉他我弹破掉。我现在第一次学的时候，噔断掉了，我靠！把鞋脱下来，你要弹一首我们鞋脱下来放在地上，我们丢一块，丢一块，丢一块。来丢钱的赶紧的，我先帮他拿着。我帮你丢，你直接把手机丢进去好了。哎，爱的罗曼是听过没？没听过。不是，你要弹一首通俗一点的，我们大家都会唱。弹半熟。哎，这里有几个认识？全是真人，我自己做的自己。闪光灯啊！我这个好像闪光了。他闪光是吧？一个都没有。你太淫荡了，又淫荡了。这些有几个是西班牙的，三个西班牙的，其他全是不来的，四个西班牙的，其他全是。现在他成明星了，大家都来拍照了。你好意思说？所以嘛，你看一圈人围着他。拍什么？这个代表各家媒体过来。我是狗仔队。我蓝仔，你是蓝仔队。我想，我其实想过来探那个花边新闻的。我就是收钱的，最干脆。你躺着，我们才会。应该说保护费对啊，这个地方是你的，你说。哎，有谁会弹的吗？最后一个人弹没意思吧？真的没人会弹。你就一个把吉他好不好？我也不会。我会摇那个。会弹的。那两个球的那样，刷刷刷。这个我会。还有铃子和。啊，这个我也会。盘子拿出来敲好。这个我懂。联合国。我是噔噔噔嘛，怎么这么慢？这才有田雨的风格在里面，知道吗？欢乐颂啊，欢乐颂啊！啊，对啊，欢乐颂啊！还要唱那首《恰似我的温柔》，我的恰似你的温柔。哎呀，那个12点钟一到的是让他这个听过来舒服了，掐死了！来继续，来，表扬一下就停下来干嘛？哎，赶紧给钱，我收着放这里。钱是我收的吗？抢饭碗了，每个人都要当经纪人吗？那打死一堆呀！抢饭碗。这个如果是改成那种音箱的话，拿的是电吉他就爽，直接插上去。这个是喇叭。可以去赚外快了。的确，坐在地铁口上，可能比你在这餐馆上班收入好。有可能，讲个最繁忙的转站。
鸡胸吧。哎，这段有很有范围。哎哎，有感觉。不要打破他的那个那种境界。加个贝斯，加个低音上去。哇，红光闪现。蒜苗，赶紧帮我。钢管啊，钢管区啊，灯光那么好，效果特写好不好？赶紧，明人可以特写，赶紧，钢管。这些给你了呢。其实大家都忘了一个，应该集体给他唱生日快乐歌。等下你时间还到了没有？对对对，等一下，等下你自己弹，我们唱，还要唱各个版本的。然后我们在这里面，无所谓了，这个没事没事，拿拨片啊，我拿个拨片。